陛下，哎，是菊儿有事吗？没事，睡得正甜呢。那你还过来非常殿，应该好好休息。这几日你消瘦了。臣妾有要事，请奏陛下。哦，什么事？菊儿这一病，让臣妾深深体会到，我大汉子嗣必须绵延昌盛，所以，请陛下接纳裁选。你怎么和那些大臣一样？那日晚上，陛下说，就这么一个皇子，不能不亲自看顾，才让臣妾豁然醒悟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臣妾知道，正如方才陛下所说，众臣也正有此意。这不单是陛下家事，也是朝中政事，因此关乎汉室安稳，还请陛下三思。 正是繁重，朕根本无心后宫约了。何况有妻如你，朕已满足，不欲他久，又何须裁选？皇后，可否先听臣一言？段大哥，请说。皇上不愿裁选，多少是顾及皇后的感受。皇后还是领了皇上这份情意吧。你看，连段宏也明白朕的。陛下。 臣妾承蒙陛下厚爱，但难以再为陛下添皇子，愧对宗室。陛下一再维护臣妾，只会引起群臣中的非议。后宫佳丽嫔妃众多，谁能料定朕之后就再无皇子？陛下作为国君，有责任安定民心。臣妾虽身在后宫。 可天下之事并非全无所知，各路诸侯陛下的兄弟叔伯各居封地，拥兵自重。历汉以来，诸侯作乱屡见不鲜。若汉室后嗣单薄，陛下只要龙体稍见违和，这些不轨之徒以为有机可乘，就会兴兵作乱，那就是一次生灵涂炭呢。汉室扶丧期间，身为郎中令的段大哥。 竟然不在长安，各种原因，子夫不便细问，但子夫所言，相信段大哥也深有领会。求陛下，让臣妾完成皇太后遗愿，让臣妾与陛下一起尽孝，下令裁选。裁选是皇太后遗愿。是。 臣妾并无虚言，只是当时陛下刚历丧母之痛，臣妾不便言告，如今只求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纳裁选之意，让汉室开枝散叶，以显孝道。 望陛下。 亲书裁选圣谕，屏树下，陛下不是也难过？未能够为母后做些什么吗？好了，朕明白了。 窦宏，你既然在此，今日就替朕做个见证。他日即使，这后宫嫔妃再多，朕也必不负皇后。有朕一天，子夫定长居后位。臣遵旨。 姐姐，听说这次很多采选的人都去卜筮问卦，我们也去算算吧，看看这次采选可有机遇。算什么算啊？都是蒙骗那些姿色才情不够又一心向上攀的无知女子，我哪用得着这些啊？姐姐，你当然没问题。
可我，傻妹妹，问卜不用钱呢，要花费也花费在衣物上，也好在采选时风光些。嗯。天机神算，百金无声，下银若解，一切皆免。能解他出的题，就免了百金的酬金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倒要试试，看他怎么个天机神算法。走。夏虫语冰，无以论道。姐姐，这夏天的虫，怎么可能见过冰雪呢？与夏虫谈论冰雪，荒谬至极。当然要以更荒谬的来对喽。冬天不是养蚕的好季节，如何会破茧呢？所以是夏虫与冰，无以论道，冬蚕破茧，可堪笑敖。这位姑娘答对了，百金可免，但只算一人。虽然出身贫寒，但才貌出类拔萃，自能金贵出众，紫气盈门。我以为有多高明呢，这些老套说辞我也会说。想我王桑自小便受乡亲们夸奖，才貌过人，歌舞琴棋更是无师自通。这次皇宫采选，从乡到县再到郡里，层层选拔我都是头筹。妹妹只是陪我来采选也入选了，你说我又何愁紫气不会盈门呢？姑娘莫急，听我继续。一入皇城，必有奇遇。不过，这奇遇并非是好事。什么并非好事啊？你就是看我不服，诅咒我是吧？你这个捕人也真没气度啊！我说，怎么挡在路上，撞疼本姑娘了？还不快向本姑娘道歉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你自己没长眼睛，那还怪别人？该道歉的是你吧？赔要钱！哼，原来是个敲诈乞讨的。走，给我站住！你别出口伤人。什么乞讨的？我们可是有良家子资格，要选进宫见皇上的。姐姐，我没事的，是我不小心，你别动气。走，不赔钱不道歉，你休想走！姐姐，峰回路转，另开奇花。先生在说什么？气喘娇声，眼含秋水，楚楚可怜，有如弱柳扶风。如此行止，天下豪杰岂能不怜不惜？可造之才，你与姐姐此番入宫，我可以赠你一眼。可是先生，我没有百金啊。等你入宫之后再谢我不迟。你听着，世事公让，楚楚怜姿。皇后驾到，参见皇后。平身吧。谢皇后。启禀皇后，采选经过重重筛选，已甄选出九名相貌出众、德行恭谨的良家子，请皇后观看众位才艺，做最后定夺。诸位就各抒所长吧。Thank you.
快伏击内殿，宣御医诊治。诺。诺。启禀皇后，我妹妹生来体弱，经常晕倒，请皇后不必为她担心。妹妹阻碍皇后甄选，民女代为赔罪。民女的舞蹈还有更精彩处，希望可以继续献舞。喝了热汤，觉得好点了吗？免礼。御医方才说你气血有损而昏厥，需要医量用膳，稍加补肾。可是，你为何如此虚弱？回皇后，民女王燕，来自洛阳穷乡，自小贫寒，难得皇上裁选不论贫富，民女和姐姐才有机会选拔。你姐姐？民女的姐姐王桑，刚才她是不是跳得很好？可你们既是一家人，衣食住行应该同等共享，何以她神采飞扬，矫健灵巧，你却弱不禁风，气若游丝？姐姐自小就才貌双全，她什么都一看就懂，比起我愚笨胆小强多了。这次采选，父亲和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姐姐身上，我也希望她能入选，但我没什么能帮她，只能把自己的膳食都分写给姐姐，让她有力气能自在跳舞。为了让她入选，你就饿坏自己？只要姐姐能入选，我们一家人就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，弟弟也可以求学修业了。你为了家人牺牲这么多，不觉得委屈吗？怎么会委屈呢？能进京入皇宫，见到皇后的仪容风采，民女已经很有福分了。若姐姐能顺利入选，更是圆了家人最大的心愿。皇后，刚才民女是不是在姐姐跳得最精彩的时候打断了？求皇后不要因为我的失礼而断了姐姐的机会，求皇后再看姐姐跳一次舞吧。你放心吧，所有良家子都有表现的机会。经皇后亲见，以下良家子才德品貌俱佳，即日进宫为家人子，于掖庭学习宫廷礼仪。江柔、薛妹、王燕，以及杨素芳、朱家人子上前谢恩。谢皇后。诸位妹妹，快起来吧。诸位能入宫候选的良家子，皆才艺出众，但能引托而出者，仗的不单是才艺，还要论善德品行。你们当中有人可以为家人而受饥忍苦，也有人为了得胜而忘亲，如何取舍，本宫自有计较。愿意舍己为人，不论得失，不贪图自身利益的人，入宫之后才能与后宫姐妹互爱共处，为天下做典范，也为汉室养育体恤百姓的子孙。愿诸位殷勤事君，和睦互爱，为我大汉绵延子嗣，天福天喜。谨遵皇后教诲。未能入选者也不必难过，当中缘由各有不同，有错则改，无错也该明白时势不由人，以后安守本分就好。家人子进宫。
落选者即日离宫。奴婢告退。此妇真是心细，知道朕近日喉咙不适，特为朕准备这润肺止咳的果品。陛下日日移驾交房殿，臣妾才可一表心意。可幻是新进宫的家人子们，连陛下的咳声也未听过呢。昨日答应时宜来查看他的功课，朕怎能对自己的女儿失信呢？陛下想看的功课在此。好，让朕看看石毅的字可有长进。是责碑，看来这是你给朕的功课吧。必责之碑，有仆与和，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。责碑这篇诗多像那些新入宫妹妹们的心声，他们日夜等待的就是陛下。天下男子想谋夺朕的江山，天下女子想拥有朕的心，唯独子夫，朕心向你，你却将朕往外推。作为女子，子夫当然希望与夫君互相扶持，朴实绵长，男耕女织，同饮共食，琴瑟在御，莫不尽好。你我以外就别无旁枝，但我的夫君是帝皇，我是皇后，臣妾既分享夫君的尊荣，自当承担夫君的责任，绝不能为一己之欲而不顾汉室江山的太平昌盛。子夫啊，何况臣妾也是将心比心，当年陛下为正室远走民间，我独在掖庭苦候秋风冬雪，那思君盼君的愁滋味如今仍历历在目。那些妹妹们此时的心境，臣妾甚是感同身受。你只记得思君盼君之苦，可朕却记得你受诬陷被毒害，多少次命悬一线。你不惧旧事重提，朕却怕旧事重演。这后宫啊，人多了，事也多了，那些佳人子偶获宠幸便心生骄纵，再惹来酸风妒雨，到时不知你又会吞下多少委屈。不会的，惜不如金，如今臣妾是皇后了，可以保护自己，而且臣妾选的佳人子都纯良心善，风姿绰约，真是德容兼备，就像那王姬。还有，好好好，朕依你就是了。峰回路转，另开奇花。你与姐姐此番入宫，我可赠你一言。你听着，世事恭让，楚楚连姿。所谓的世事恭让，就是要你在采选这段日子，事事以姐姐为先，衣食住行，能给她的都让给她。就像明明饿了也要把食物让给姐姐吃。当你一无所有之时，便是你获得所有之时。那楚楚可怜呢？一旦见到皇上，你必展示出自己娇弱楚楚之态，要有眼泪笼住地心。先生，你是要我假装？我假装不来的，我这个人笨，不会就弄痛自己，就像你方才受伤般痛得眼泪汪汪就好。皇上驾到。
叩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怎么哭了？奴婢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陛下的恩宠，又惊又喜，忍不住就流泪了。这是我妹妹，还有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袁叔，谢过二位厚礼。看来你妹妹受皇上的恩宠甚多了。以妹妹的平庸鲁钝，那也是多亏高人的指点。我早知道也向高人请教了，让我和妹妹一起。哎，莫无大事。命途际遇，性格使然，不可强求。若逆势而行，小心两败俱伤。以你这好胜好斗、嚣张外露的性情，必然招妒，后宫根本就不是你的立足之地。你保得住妹妹一直得宠，你王氏一族就能长久富贵。否则，明白了，那我以后就给妹妹当个信差，尽力协助她就好了。不知道高人这次又有什么妙计让我带回去给妹妹呢？对众人都恭让如昔，继续鲁钝怕事就好。放心，妹妹本性就如此的。那小女子就先走了。你要你的荣华富贵，我要的却是大汉皇室永无安宁之日。姐姐，参见。姐姐不要多礼。母后生计，姐姐独守于此，想必是思念母后。但逝者已矣，请姐姐节哀。姐姐，你心里若有什么郁结，可与子夫畅所直言。我不敢。姐姐，若子夫曾经冒犯，请姐姐原谅。愿借水酒一杯，让子夫向姐姐道歉。这是我为母后准备的，请皇后恕罪。啊，是子夫大意，还请姐姐见谅。皇后向来都细心周全，怎会大意？顶多虚情假意。姐姐，子夫确实真心希望姐姐好，但是我却因为皇后而难以安好。想当初我送你入宫，你被诬杀人，我宁愿得罪陈皇后与窦太主，我都要保护你。你中巫蛊病重，我宁与母后反目，都要带着三个小公主去见你。我待你也算尽情尽意。公主大恩，子夫从不曾忘，只怕能尽力报答。报答？你如何报答？为你的好姐妹，为你自己可以顺利封后，
为了不被指与我共揽朝廷后宫，而牺牲两情相悦的人，这就是报答。我因此远嫁，不能侍候在母后身边，几乎不能够送终，这就是报答。我夫妻以见嫌隙，你落井下石，挑拨我夫妻不和，这就是报答。子夫没有，难道汝阴侯？我这种娇生惯养、任意妄为的人，怎么配得上做皇后的至亲？如果转过头来钳制住你弟弟的话，岂不更麻烦？幸好汝阴侯这么一闹，让我得以知道皇后的这些心思。子夫全无此意，只是想调和姐姐和君侯，或是子夫当日词不达意，让汝阴侯误会。可子夫绝不曾诽谤公主，更没有逼魏青。没有？那难道逼他放弃所爱的另有其人？你想说是母后？子夫不想骗姐姐，但也不想违背诺言，请恕子夫不能直言。你真是聪明伶俐，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一个离世之人身上，这样就无从对证了。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只是欲怨上身，望姐姐能够释怀。你以怨报德，必定受到苍天的严惩。到你夫妻反目、至亲失和、孤寂一人时，我就能释怀。这个好，哎，我要定啊！您那客人出什么价钱？我出双倍，双倍我也不会让你。公子，他想要，还给我。这玉环在我手上，他就是我的，是吗？谁敢跟我抢？你叫他玉环？我告诉你，你抢在手上的这个叫玉麝。戴在手上，方便拉弓弦。你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简直一笑大方！你，我跟你拼了！拼？就凭你？男子汉大丈夫要拼，就到沙场上和敌人去拼，保我大汉江山。为了这个玉麝，你跟我拼！别！不要打呀！贼孙！你给我等着，我王府绝对不是好惹的。我霍去病等着你。去病的剑术进步了。好，谢陛下赐军。陛下别再夸他了，你看，他在你面前越来越爱炫耀了。这不正好，朕就是要看看他能有多少花样。臣参见陛下。皇后免礼了。去病，功夫又长进了。去病只有勤学苦练，有朝一日才能追上师父的师父段叔叔。你连你舅父都打不过，还要胜你段叔叔？那就待舅父凯旋归来，我先与他比上三个回合，然后赢了再与段叔叔比剑。有志气，大汉多能人，且新人辈出，真是我汉室之福。陛下圣鉴，去病的确是可造之才，小小年纪就跟着卫青学射箭，
人还没有功高呢。他呀，就是试着自己天生神力，当年日夜练功，手指筋骨都差点拉断，这才叫凌云壮志，气魄非凡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王姬带其弟王福在配殿求见。来得正好。曲命，你与王福年纪相若，正好结为知交。我已与他结仇，我们交过手。交过手？那你的意思是切磋过身手了？也算不上是切磋，他根本就比不过我一招半式。你是说你打了他？姨母，我并非无端生事。早前我特意选了只玉麝，欲待舅父凯旋做贺礼相赠，谁知那王福蛮横无理，竟抢我玉麝。我只是对他略施小惩。他受伤了？他受伤也是活该。霍去病，他抢我玉麝本就不该，还想出手伤人，我踢个玉璧去阻止他拿玉麝，他就吓得自己绊倒自己，撞破了头。那他伤得严重吗？若与我平日习武练剑的损伤相比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死不了。那就是说颇为严重了。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？要和乐一家，你本该以家人相待，可你呢，却出手伤人。看来王福是拉着他姐姐来向陛下讨公道了。陛下，是臣妾管教无方，让霍去病在外鲁莽伤人，有失礼教，损及后宫和乐，请陛下降罪。姨母何罪之有？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陛下要罚就罚我吧。若要罚，王福强抢他人财物，罪同劫犯，而王姬同样是教底无方，罪在纵容。朕就看这公道，谁敢来向朕讨？参见陛下、皇后。奴婢带弟弟王福向陛下请罪。王姬，你弟弟所犯何罪？奴婢自小家境贫寒，如今承蒙陛下皇后恩典，才有今日。怎知弟弟不知感恩，却得意忘形，为了自己能体面入宫，竟当众争抢玉器，招摇生事。是这样吗，王福？是。陛下，小人因为第一次面圣，怕在陛下面前失礼，招人取笑，所以，王福知错了，求陛下处罚。是奴婢对弟弟疏于管教，愧对陛下、皇后厚爱，辜负了皇后日夜提醒，和睦一家的心愿。奴婢愿与弟弟一同受罚，还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王姬谦逊大度，竟将弟弟押解殿上，诚心可见。去病虽说有理，但失于宽宏，错手伤人亦是不该。陛下若要罚王姬，臣妾意愿。皇后不用请罪。霍去病，你姨母说你失于宽宏，你知错没有？去病知错了。那就好。王府与去病虽年轻气盛，却都已知错，还是孺子可教，将来都是我大汉可造之才，朕都恕免其罪。谢陛下恕罪。谢陛下。你们两个不打不相识，由今日起就算是朋友了。去病，还不去给王福松绑？诺。来，王姬，你深明大义，不恃宠生骄，不枉朕的疼爱。谢陛下。幸好弟弟入宫前，我先请教了你，才让弟弟免去了责罚。何止免责，我这一招足令你妹妹在皇上面前立了谦虚和仁德的好名声。宫里已有人说妹妹仁德不逊那皇后。你要记住，在皇上面前越谦卑才能越得势。你来此处时，沿途应见长安城里百姓奔走相告，都为了那卫青大胜仗而高兴吧。卫青大胜，皇后得势，如今这局面就如同下棋，敌进我退，退两步有时却等同进一大步。以退为进，
那何时才能进？你妹妹已经进了一大步了。朕就喜欢你这楚楚动人的眼眸。朕更喜欢你谦让纯良的心。参见皇后。免礼了，段大哥。我刚刚接到书简快报，以为皇上在交房殿，所以前来禀告。真不巧，皇上已移驾妃长殿。段大哥有什么急事吗？并非急报，一公一私都是喜事，而且都与易大叔有关。易叔叔，这阵子晋阳一带雨季不雨，皇上本担心会再出现旱灾，可幸之前大旱时，易大叔曾经提过山泽通气的寻水之法。难道在晋阳一带可行？已经找到几个新的水源，正陆续寻找发掘。因为皇上为此事整日忧虑苦恼，又说回来找皇后解愁，所以我收到消息就赶来了。段大哥不必介怀，身为皇后，若后宫中有人能为皇上舒心解忧，那我也安然宽心了。皇后安然就好。那我说完公事就说私事。易大叔为皇上寄来了孩子们的谢礼，这一份是特别送给皇后的。易叔叔这段日子游走各郡，扶贫救孤，建造房屋，立盟学，不知道有多少孤寡贫童受惠。皇后每次看到这些孩子的书画，都开心好几日呢。虽然稚嫩，但是每一笔每一画，皆用心为之，道尽心意。如果皇后知道这所学社是以魏大哥的名字命名，相信会更开心。以我大哥命名？易叔叔怎么会知道我大哥之名？是我告诉他。我知道魏大哥一直自愧没有大作为，未能光耀一家以显父母，这所学社也算是让他留名于世吧。谢谢你，段大哥。近来后宫诸事繁忙，弟弟又在外征战，难免有些忧心忡忡。知道这学社，总算有点乐事。童真无邪，往往最能宽慰人心呢。对，我也许久不知道童真是何滋味了。这轻快琴音，让我想起了从前大家上山边摘野果边唱歌。今日见孩童书画，又知道大哥得以留名，儿时的种种又浮现出来了。希望段大哥也能早日与父亲团聚，成家立业，显父母之名。子夫以此曲相贺。
像月色一样的沉默，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，寂寞的烟火忘掉年月，让天空快乐。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，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，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，等一个结果。蝴蝶飞过沙漠，爱得太执着，人间的风光都看过，才领悟曾错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。你守卫在我心底，直到天一要亮，夜还清晰，比流水还彻底，包围我的天地。你守卫在我梦里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。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，比春雪的清晰。我的回忆。